百分之5%的 YouTuber 是拍真的。后面那个男，你后面要怎么让他笑？用这个，每天都在捅人，来，然后你敢吗？来。喜欢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准时收看到我们每一期的影片哦。马上通知你。你拍的影片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才不是！我跟你讲，我是5%的 YouTuber 是拍真的。你越南，你妹的，我妹的女朋友吵架，接这样骂的，真的露，所以我还珍藏哎，珍藏。我他妹那个他妹女朋友呛到一个，被他骂到一个臭头，哇，好好看，好好看。他又我妹又说他已经跟他分手，现在交新女朋友了。所以那个是事件发生的当下，你们手机就直接拿出来拍。把你妹介绍给他，因为你妹是 T 嘛，他应该会。你喜欢吗？老妹会用，他都会戴。真的吗？老妹啊，他都戴像皮带一样，然后戴一个这样子，然后是哪一个透明的会发光。然后呢，我爸就搜他房间说用这个，每天都在捅人。来，然后你敢吗？来，我今天就是啾啾一下。哎，很美耶。就后面有。哎，真的，刚不讲话还好哎，我一讲话就变了一个样子。那老外一直跑到他前面去，他真的很他故意挡你啊！没办法，你太美了。哦，哎嘿，为什么？他故意的，他故意的，他故意。他应该觉得你是专业的才对啊！他们穿那么观光客，哪里他有没有隐藏？其实我是，你看，这个很糟糕。哎，他不是在开玩笑的样子，哎，他不是啊。OK, I don't have my wallet on. 这男的看到他。Where are you from? USA. I can wait for you here, then you can take your wallet. Come here. 喂，他们两个还有去泡温泉。All by her. 他很臭啊。我不喜欢他的味道。Very expensive. 你为了他 ，Do you have a girlfriend? No, I don't have a girlfriend. Maybe we can take your friends leaving town.被字幕挡到了。哎，真的，有吗？哎，天哪！天哪！哎，我带我妹妹，在越南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带我妹妹跟妈妈去蓝摩店啊，这就是他女朋友，我呛掉了。把丢包，带一个这种人出来嘞，真的是有够麻烦的耶。超师太叫我抽摸杯龙舌兰，17杯，狂干，真的很不尊重人，怎么自爱？丢死人！不自爱是妈妈说的。好不好？你好意思哦你，让我丢被丢进，你知道吗？手机活该不见了，带一个这种出来啊，想丢死人是不是啊？凭什么叫17杯龙舌兰？我准你叫吗？丢你自己的脸，自己消费自己处理。哎，搞了。太不尊重人，这把我身边人当什么屁啊？他没有付任何钱，他跟银行当大爷，我要服侍他，用我钱花我的，吃我的，用我的，还自己点东西喝酒喝。他是自己在那边自靠，对，自己喝17杯。那因为基本上我都是我们有妹跟他两个也不太付钱啦，所以多分都我付的。但我只是觉得没关系，小钱无所谓。但他干扰我，他但我们不能走。那没办法走，那我怎么能叫我大家抬他了？哇，他什么东西啊？我就把他骂醒，骂醒之后你自走会走了，懂吗？那再回去，对，这是我的用意。然后呢，那巴黎的那个就是有个肥婆挡在我前面，他就是不想让我拍，他可能觉得我太吸引人注意了。因为我到外面的时候，我就是拍的时候，很多男生都来看我，很多经过车都是会对我拍手或出口哨。那两个肥婆呢，很老，然后那个。腿上都是橘皮，站在我后面，一直想要霸占那位置，但我就让你霸占，没差。我就等到他后面有人离开之后，我再去他后面的位置，他偏偏要来打扰我。我跟你讲，我当时我是想 K 他的啊，但因为我到每个国家，很多粉丝都会来找我帮忙我。那法国的时候，就两个女生粉丝年纪很小，很害怕。如果只有我一个人，我要抓头发往地上磨，你知道吗？你见我会怕那种东西，但是两个人就要叫我说不要打架，不要打架。我还没开打，他就怕了。我说好，算了，不要给他麻烦，我就录起来而已，就这样。那只有我一个人的话，我往上这样敲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但是他两个肥婆打我一个，我不见得打得赢啦，但是我肯定有赏两巴掌。
你已经在想象那个画面，你要怎么对付他们了？基本上是当时在想，可是我怕他说两个人把我推出去撞车，哇，那我完蛋了，因为旁边那个是车子，所以我得想好一些逃生路线。还有旁边人必须要帮我，那两个人在尖叫，肯定不会帮我。旁边男的我肯定打了，旁边男的。不要讲话，现在开始开了，上场打架。一笑鬼在笑啊，跟我的巡工带里面要照。一定会，一定会啊。他连逃生路线都想好了。我知道为什么那么喜欢看你影片，因为你的那种反应啊，是很多人想做不敢做。对，所以看你就会很疗愈，就觉得说对，要是我是靠他。那后面那个男，你后面要怎么让他笑笑？我用他，老实做，我就不喜欢。不是他就这样子，他就这样饶了你，他因为是你。他以外他干嘛？他做干嘛？他拼图可以吃到我啊？他能够干嘛？请他吃我？你自己在那边弄人家。拜托，他就给我承认他，我一个男的，老板得给我拿。我的接受，我的条件是很高的，我看到。对对对，一起请他求你啊，一郎没求啦。